就在我的舞蹈里面全部都加入了这种变动元素，让他也知道就是我需要让自己屁股小一点。还好吧，其实你呢也是，我也蛮需要跳这一段舞蹈的。子彦哥跳一段。那大家比较想看林宥嘉跳，还是比较想看我跳？那接下来林宥嘉呢，除了今天呢刚刚指导大家吹油门的，接下来呢他除了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段的小动作之外呢，告诉各位爱美的女性朋友男性朋友，多跳这段舞蹈呢屁股会怎么样？会变小，会变小变结实。我们请宥嘉为我们示范一下，等一下各位同学就一起来了哈、哦、好、就是、准备哦，就是要这样子吗？这还蛮难的，但是呢也是不能太常练啊，不然你屁股越来越小，就会小跟鸡屁股一样小。你也蛮会讲笑话的哦。好，各位同学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让你的屁股变小了没有？等一下，没有准备好了吗？中间那位爸爸，爸爸，哎，爸爸，哎，被林宥嘉点名的感觉怎么样？爸爸今天是跟谁来？戴眼镜的这位爸爸，戴眼镜，这是你、啊，许丽啊，你跟你看好边啊。今天带谁来？太太啊，还有家，哎，女儿吗？女儿喜欢林宥嘉吗？那我们有这个荣幸邀请女儿上来吗？好、哦，她害羞啊、哦，我想说叫你上来练一下，让你跟林宥嘉一样屁股练起来。来，所有同学准备好，一起来跟着林宥嘉老师预备 ，Go， 左边，右边。左边，右边，左边，右边。OK 了吧 ？OK 了哦。好，怎么样？好干呐、哦，很干。你有带保湿吗？就是跟他说就要喷点保湿在脸上。太好了，哎，你们这几位歌迷朋友，哎，我第一次看到呢，有那种歌迷敢去跟自己的偶像说，哎，很干呢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他们的朋友有上来跳舞，我们在旁边也跟他喊很干很干。好啊，没有问题。然后呢？我会喊呢。对，然后我们隔壁呢，我们这附近有很多商家，今天呢为了来看林宥嘉特别，你看连店员都跑出来，我们来跟他借一些水，他们跳得太干，我们就泼他水。哎，那也要跟呢宥嘉呢特别呢慎重介绍一下呢，今天有来自呢高雄的好朋友 MG 立照，啊这两个白色衣服，他昨天也有去，昨天不是看过了吗？昨天这么无聊，今天还来，就是非常的谢谢你啊。他们是在期待一个奇迹的出现，希望呢昨天呢这个比较哈冷静，但是今天呢是我们这个巡回当中林宥嘉能够发挥出更多的实力，而且呢今天呢哎。当一个好的机车代言人呢，这是你第一次呢担任这个摩托车。